达曼舍利 Residency 坐落于法森北部，占总面积45英亩的永久地契。这里融合了自然界美景的高档住宅区。除此之外，达曼舍利 Residency 连接到三条主要高速公路：新法森谷大道、联邦大道和西海岸大道，南上北下都没有问题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达曼舍利 Residency 是保安围篱社区，保安严密，所有的访客需要在主要出入口的保安亭登记了才可以进入。然而屋主却拥有通行证，一卡在手就可以进入，保安人员还会每天巡逻，所以这里绝对是你安全的避风港。达曼舍利 Residency 的屋子总共分为六期，第一期的 Fennel 和第二期的 Primrose， 第三期的 Rose Leaf， 这三期的屋子都已经交移，而 Esther Adam 已全部售出。而我想介绍的是达曼舍利 Residency 最新一期的开发项目 Dahlía Daníel， 占地面积40方尺×70方尺的连接式独立洋房。Dahlía Daníel 是一项仅有64个单位的独有开发项目，它有两种房型任您选择。除了外观设计风格不一样之外，里面的格局都是4间卧室和3间浴室。哇 bro， 风水好像有句话讲说，明堂有多宽，财富就有多宽。23尺的明堂可以停放3辆车嘞，完全没有梁柱的门廊设计，停放3辆车都不是问题啦。这边的所有单位，无论是 intermediate lot 或者是 corner lot， 都有10尺阔的花园，让你在这边种种花或者进行任何的休闲活动都不是问题呢。厨房后面有一整大块草坪，想象一下，周六周日跟家人在这边烧烤聚餐，而且之后还可以将厨房和房间再扩大，那该有多棒啊！走，我们上楼看看，楼上有3间房间、2间浴室，还有一个阳台哦。这边就是空中花园的阳台啦，非常的漂亮舒适，在这边读读书或者做瑜伽都非常的舒适哦。空闲时想要户外运动吗？没问题，在这社区有4.8英亩茂密的绿色环境，让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在空闲时散散步、跑跑步。如果想要购物和逛街，我们可以在15分钟的车程内到达 Spacious Mall 及各大商场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医院、国小和华小等等的主要便利设施，近在咫尺，非常方便。哇，真的是很棒哎！那现在应该是预定的最佳时间，因为他们才刚刚launch进这个 project 呢。那现在我想要迫不及待了解的更多咯，我们待会再见。滴滴加压 Lamberhart， 立志为您创造梦想家园。